少廷拥有甜美长相，近年逐渐淡出演艺圈后，转战电商平台，将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。近日实行早睡早起、健康生活作息的他，日前却突然公开了荨麻疹发作的照片。他运动后在电梯内拍下自己的半边脸，只见他脸上布满了疹子以及一块块的红斑，情况似乎十分严重。对此，少廷表示自己本身就是荨麻疹体质，不论天气炎热、寒冷，或是流汗、疲劳，以及接触到动物毛发等情况，他的荨麻疹都会发作，令他自嘲自己根本就是荨麻疹大餐专业户。此外，他曾看过医生，但因为对药物有过敏反应，因此无法靠药物治疗，发作时只能忍着不要抓或是冲凉水舒缓，更笑称购物舒压一下就会好了，引来不少网友留言关心。